Hello， 我叫施婉晴啦，咁我有做平面設計啦，教攝影啦，咁展覽策展人啦、編輯啦，同埋寫文嘅。我覺得人情味其實係你一定要行出去你嘅住所之外咯。我想你住在一個大廈裏面，未必去感受到咯。澳門其實以前係叫做我哋通常叫澳門街啊，咁香港叫香港地咁樣啦嚇。咁即係澳門其實是一個好細嘅地方，一條街咁樣，喺街度都好容易撞到啲熟人啊，咁樣街坊就會打招呼啊咁樣，所以佢嘅感覺係真係即係好接近嘅。咁其實我影相靈感其實都係好憑直覺嘅，人物同埋景都會影嘅。但係如果影人，我會影啲私密啲嘅，即係同朋友之間嘅互動啦。咁如果去到一啲大街上面咧，我就會捕捉一下啲建築物啊，咁自己本身生活嘅地方，自己居住嘅地方。咁我覺得其實呢啲嘢係最有感受嘅事物咯，譬如好似可能啲新興嘅建築啊，或者係景點啊、賭場區啊，基本上都唔會係我嘅鏡頭之下嘅，因為我對呢啲係冇乜興趣嘅，反而就對啲舊嘅嘢會有興趣啲咯。我自己本身就反而係唔中意一啲好系統啊、統一嘅嘢，而覺得係唔整齊、唔規律、人性化呢啲，反而係先至真正嘅係啦，融入咗生活咁樣咯。因為我其實影相或者係啦做其他事都唔會為咗取悦人啦，所以考慮其他人接受嘅程度其實係比較少嘅。